中秋节灯笼篇 Happy Mid-Autumn Festival 一直拆，有点像高中上工用课做手工啊。开始组装啦，有点灯笼的样子了呀，哈哈哈哈，像不像样啦？开始作画填字啦，是梅兰竹菊吗？实在不会画了，只能写字了。搞定，开始粘成品展示。